心愿，圣上，圣上，我知道，我会随你一同前去黄泉，亲自向你那帮兄弟们。 我是剑下杀你，是为了天道的兄弟，我现在不杀你，是为了千千万万安危两国的百姓。你是一国之君，就尽好你一国之君的本分。 大哥，姐姐，哥哥的平安糕也在里面。何时起寒风，吹着落叶纷纷，烟云中浮沉。